8月31日，蔡健雅《美丽突然发生》北京演唱会如期而至。金曲歌后蔡健雅以白色面纱装优雅亮相，在与歌迷交流的环节，她更是对演唱会冠以美丽一词幽默调侃了起来。说到美丽，我现在只能继续装优雅，因为这套衣服真的就是强迫我必须撑住这个优雅。